要说好像少数很少在外面的少数，为什么不知道要不出来？为什么吵架？不知道。虽然我现在是到40岁才认识你们三位，但是我希望后面的这40年，我们都可以保持那个友情，好不好？送一个礼物。哇塞！送大家。对，还有。小宝柱，小宝柱，爱爱爱爱。我很开心的就是认识这三位新的兄弟、新的朋友，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。